你是要啥意思？你是要少峰？你甲你讲，伊要少峰，唔是好人，你只当讲来听咧。你是咧讲啥物废话啊？既然安尼，你啥意思无要甲少峰离婚？我甲你讲，今仔日不管是用啥物手段，我一定会逼到你离开少峰。 不平少峰，叫你离婚，你敢会？少峰本来就是我的，该嫁予伊的人是我。一个查甫人连结婚都无法度才家己的意思，要离婚嘛要看别人面色，伊若有法度予你幸福，我会头咧转落来予你坐。你敢讲少峰安怎？我都甲你的头转落来。啊！所以讲，爷仔来这三个靠近用啦，啊，不过你一定后悔，因为伊的少峰袂予恁的囡仔世界，伊的家己的命运拢收袂住啊，顶一个也该会说。 会变作伊即世人上怨恨的代志。你搁要对少峰做啥？你是要甲解释？无偌大啦！即马张家玲毋知要创啥，伊要甲少峰的名声毁掉呢。家玲，你较冷静的啦，我已经提出上大的事，伊要来解决啦，你毋通毋知好歹哦。你这是啥物事？你只是甲我甲燕少峰的秘密讲出。 少峰无啥物秘密惊你讲啦，无你讲啦，你爱啥物条件，你才肯好好配合。我无可能配合的，你母仔甲所做的代志，我爱你付出代价。算我甲你拜托，一个月你入去一个月，等我甲代志处理好势，你想要倒来你就倒来，安尼好无？好，就算讲伊肯，我嘛无可能答应啊！你别想啥？ 你个咩？你计较动手？你是要要甲伊弄死啊？今仔日就甲伊代志处理你的，我嘛无想要看你的面色过日子啊！少峰无法度处理你一个潇洒吧，我来处理啊！你放手啦！你放手！你放手！麦少，你嘛不要让我开嘴，两个和尚。 对婚姻不忠，刚需要我请你妈来问你。你敢有让外口的查某在你的办公室出出入入，让伊凊彩对我无礼貌？ 用咱的囡仔威胁我，爱我点点，啊，若无就要把阮母仔囝拆开。有。你敢有任何外口的查某把我关伫咧精神病院，对我使用暴力？有。
你对家人做出这种代志，因头仔好好的时阵，把我关入去，逼我签离婚协议书，我无要同意。伊的骚风对我起脚动手，还佮把我的衫裤脱落来，把我欺负，要用这款的方式逼我同意。我妈更加搞。 别话离，配出来的水，讲安尼会当替我上镜。你看，你敢会想过分？那是因为我把你逼到无法度了，那不是因为你小过头，我嘛无可能让你做的。哎，成人真好，我甲你讲过，我嘛让你逼到无法度啊。今仔才会伫只教堂给大家看，你敢有对不起人家？ 无，你讲白贼，你靠说你骂听你，才会甲雪莉头来暗去，愈逃愈大胆，到到今嘛，跪伫我面头前，无人会当替你收煞。你敢讲你无对不起叶家？你根本就是叶家的无端，你根本无资格对叶家说。张小丽，你说话没？阿妹，我爱你讲出十件你做唔对的代志。 真心忏悔，阿拉无我就报警，甲你抓起来。到时候你就自毙啊！来，等到两个警察局，才将你忏悔。到时就袂晚。少强讲了无唔对，你讲，妈拜托你讲。 好，我唔对，我唔对，就是我既然无爱你，我就无应该娶你，所以今日也不怪你，是我拖累你。你的错我悔了，我的人生，你该死。既然咱无红好感情，我就应该看清楚事实，两早跟你离婚。 无啥顾着别人，还敢讲啊？来干我哩！你连离婚都唔敢讲，看你活无路用。阿妈讲叫我着爱珍惜你，是我无听阿妈的话，我辜负着阿妈对我的信任。我替阿妈教死你。 在你家里跟你回信嘞，我不好。你唔那不好，阿哥托你妈跟你做伙做呀，杀人伤害，毁尸灭迹。你妈生在你这个后生，唔知影做偌济世人的情世，将来落地阿哥以为无甲你这个后生教好，住伫你的楼骹。阿哥有嘞。 我做了上大上大的错误，就是让你今日给我有这个机会，打你们这个所在。我对你，我根本就无应该用心，我应该给我派，给我凶，再无让你有这个机会，打你们头壳顶。我敢说出来吼，你根本无想要忏悔的意思。我一个查某夫妇宝贵的青春，想办法把太太、妈妈、孙媳妇，还佮我大嫂，伫咧这个家，把家事佮分做好。 你唔那无珍惜我付出的辛苦，还佮把替外口的查某糟蹋我的心意，反背我的感情，我唔知影分寸。你一个渣男，我当初是要怎会嫁予你啦？还佮遐尔弄成唔敢甲你离婚，我恨你，我佮我恨过去到底。 真正不爱提这暗事，是不爱提我，不是我不爱提。少芳，叶少芳把我关在精神病院，你也要再来创敌我，我大家要把我杀去美国过瘾啦，你也。
要用我用到海边，还对我起脚动手，看我运气，还把我放水了。你拢无想过有一天我会吐倒来，我靠袂定死，我哪可能想遐济啊？你想要害我在海边让淹死，我得让你知影让淹死是啥物滋味。行。想我做唔到代志，我不应该靠着我的媳妇，我应该让少芳在外口有查某人，我害万家囝，我嘛不是一个好的大家，叫你原谅我，我承认我唔做唔到代志啊！妈，你闪啦，你闪啦！我承认我唔对，我跟你分析咧，请你卖阁一条一条算我罪行好无？我拜托你啦！耶稣，我又是要靠耶稣，阿爸，我即摆我去拜伊，只要咱前面的辛苦人是要教会，我就让你跪在你的面头前向你回心嘞，让你妈生出要感恩的好哩。阿祖，你教我。咱马上来拜伊验 DNA。你别听庄家人胡白讲。已经不止一遍讲我唔是验人的子孙，你即摆甚至敢用囡仔的监护权来跟我博，表示真有把握。我卖听伊的闲言。咱叫马上来病院验，证明伊在讲白菜。你是不是找机会挖落去？你莫互伊影响着。是啦，少峰，你莫跟我开玩，你紧走。你做的是杀人共犯，而且你根本想要把代志摸清楚。你之前常常讲你是业界大囝，一个大囝唔敢验 DNA， 我做鬼嘛会甲你笑。你竟然唔敢认清事实嘞，臭死啦！胡秀，你是不是冲下？你别吵架，来！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我跟你说还笑啊！我跟你走还是？妈，你冲啥了？你给老乡！我没有去啊！我怎么跟你伤害你？我不该做这尿蹲，怪起避免弄个好起来。妈，你哪里有我了？妈，你不能跟做这妈妈不好伊那心。跟你兄弟哥，我讲话，除了这，你嘛无啥物好烦恼的。阿公，你去看看我妈去了，拜托你了。国秀，你该冷静好不好？你会记啊？你好好保护小花，保护小红。你这世人，因为是伊的阿公。伊对你有开窍，今仔日我就让你知影天大的秘密。你根本就是……你若是再加讲一字，你就会无命。你的爸爸就是蔡穆林。帮助你了。